没关系。走开啊！没关系啦。这两个那么听不懂。没关系啦。哎，谁来了？下完。谁来了？给我们老大啦！好了，等一下就超一下快。徐弟，立正，经理，哎，这位同学，你想要全班配菜是不是？站好，啊，班长，经理，老师好。是有收韵文的笔记吗？对，同学们都写了吗？可以，后面的可以收上来。没写，没写是不是？很简单，警告一次啊。你有什么意见啊？不高兴是不是？讲啊。大家都写，为什么只有你没写？好，来，老师看一下这份笔记。一样，班长同学做得非常好，另外一个同学做得也很好。某丁同学。来，这本书给你好好练习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至于其他作业呢，我想没什么好看的啦。哎，不要太过分了，我们这边是写很晚的，写很晚。写到两张作业会一模一样，我是消防系的，你来写嘛。没，现在有什么意见讲出来啊？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你来当学生，我们来当老师，交换身份，敢不敢？没问题。哎呦，今天有人很早到哦。哎，他还是老师哎，总要放尊重点啊。对嘛，我女生哎，不怕。走开啊！你没有。我这个人哈，最讨厌做一些无聊的规矩。姐，125页。好，同学翻开第125页。说还被当老师吗？自己检讨一下好不好？你不是跟老师交换身份的那位同学吗？我一个老师啊。怎样？心情不好吗？对啊。当一日老师很辛苦吧？我今天才知道当老师很辛苦。其
其实啊，志祥老师啊，他真的对你们很好，他每天编讲义都编到很晚很晚。老师有事先走了，好好跟老师道歉哦。抱歉，我都没顾虑到你的感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